0到6岁是漫飞天使常常因为成长需求不容易被察觉而错过早期疗愈的黄金期。生出来到4个月的时候，你发现他怎么都还是软趴趴，公车上那些路人都会看着我们，然后就会说这里多行够给哀，就是说我已经那么痛苦，我已经背他了。我是 Janet， 邀请您一起支持伊甸基金会弱势儿童服务计划，陪伴孩子们赶上成长之路，迈向希望未来。